羊。哎呀，你别乱动好不好？求你了，讨厌！好不容易逮着一次伺候伺候你，我容易吗我？哎，那要撞我们的车，是不是你派来的呀？啊，那么快就被你识破了？哎，干嘛？我自己来。咻咻咻，装什么装？自己来，我看你怎么来。来。哎，不错，让我们看见了英雄救美，挺感人的。哎，我是英雄没错，你算美人吧。哼。哎哎，你这不能正义一会儿吗？啊、哎！我谁让你在那儿说了？啊！用盆浇。还洗不洗了？不洗了。真的不洗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擦擦吧啊，我帮你擦干净啊。哎，衣服晾这儿行吗？别管了，我自己弄吧。这个我自己拿就行了。谁没见过呀？你看你内裤那么老大，难看死，像我爸穿的一样。请问，这位可怜的独臂先生，为什么在那么危急的时刻，你还要紧紧地抱住美丽的赵拉拉同学呢？这跟伸胳膊撑墙一样，下意识。你不觉得你的下意识说明了什么问题吗？什么？这说明了你很在乎美丽的赵拉拉同学呀。没有，我觉得当时无论谁在我旁边，我都被搂着他。不可能，真的。哎呀，这是这是。你看，你都快发霉了，我带你出去晒晒太阳，走。慢点。哎，这小两口挺像鲜红啊！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家都能看出我们有夫妻相。那也没有雪亮，搭档，他们说什么管用吗？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你心里到底想谁啊？真的有我好吗？小何再来了哦，是礼物呢，好，谢谢。能不能给他一个？哎，林强，何丹啊，有事儿吗？哦，有个游戏特别好玩，我想也帮你安一个。嗯，好吧，进来吧。啊，好。啊，坐坐。啊。喝水喝茶。他跟他很熟。我跟他中学同校，他比我低一级。啊，上次我在张兰家见到他，他变化挺大的。他现在抽烟蛮凶的，说起来他抽的第一支烟还是用我的钱买的呢。他挺聪明的吧？学东西快吗？快极了，他真是很聪明。我这个人
一向是不愿意跟比自己年轻的孩子相处，觉得他们太浮躁。可夏春楠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他是什么样子呢？哎，下来了。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丽蓉呢？丽蓉出去办事儿去了。怎么着？出去坐会儿，还是家里去？行了，也别去家里了。嗯，咱们俩出去喝茶去。喝茶。走吧，你请。我请。哎呀，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呀、啊。嗯，不错。我跟李荣来过这儿。是吗？好地方。哎，来两杯龙井，喝得惯吗？喝得惯。好。这茶不错。何丹的事吧，怎么样？有进展？有。有进展？行啊。我现在天天找他，他也不是很烦的样子。啊，哎，好事。不过我觉得，我只有在说起有关夏春楠的事的时候，他才会显得容光焕发。那就难怪了。嗯，他总要求我使劲回忆，哪怕是想起有关夏春楠某一天的某一个表情，他的眼睛都会发亮。所以我说，林强，何丹对夏春楠这股劲还没过去，所以他现在之所以对你感兴趣，是想补补课。何丹想知道不在他身边的夏春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控制欲促使他想知道这一切，所以你向他透露的一点点小细节都能使他满足。夏兰，我觉得这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等着毒快排完了也就健康了。哎呀，你还真会想。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啊，但是要是我绝对不贪这个浑水。你看看，哎哎，看看街上那么多清清白白没有历史污点的好女孩多，可是你为什么非要追求一个不保险而且你又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喜欢你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了，私底下和丽蓉也交流过，可是怎么说呢，我们夏春楠何丹都是朋友，对他们两个人性格也比较了解，可是他们两个人，看来你跟我说句实话，夏春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有。我就说嘛，这男孩子都血气方刚的，谁还记得以前发生的事儿啊？更何况还是那么以前。现代人啊，谁还记得以前初恋对象是跟谁的？能记得有过初恋就不错了。说的有道理，但是你只说对了一半。对男的是这样，女的可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初恋啊，对女孩来讲可能影响她一辈子。我就是怕你啊，怕你在京城所致，金石为开，你充其量也就是夏春楠的替代品。你再想一想，
你替代得了他？想清楚，值不值得？我觉得值得。那他的意思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喽。他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是和他这么多年变了吗？不知道。上大学那会儿，我挺爱出风头的。但是自从和那个画家以后，他就很沉寂了，再也没听说和谁有来往了。真是各花入各眼啊！怎么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怎么，你又要标榜自己是幸福典范了？我不是幸福典范，我是个幸福的男人。你要干嘛？检查身体啊，我看你的手好了没有。你又不是大夫，凭什么检查我呀？凭我是赵拉拉。那天收拾出来的，怎么记不起来了？什么时候弄的呀？我怎么知道？看，人家都说你给当裸体模特吧，还不承认呢。吴小美，这是头像，这是裸体吗？我得回家找找，看能不能找出来。别听他胡扯。拿走吧，送你了，省得影响我以后的夫妻关系。你交女朋友啦？没有啊。不过这可说不准，说不定旁边的几桌里就有我以后的老婆。哎，先别说别桌的，说不定啊就在咱们桌呢。我说的是小美。哎，你们俩挺合适的。得了吧你。我呀想找个比我小的，最好整个姐弟恋，找一个最好看的最嫩的，那多养眼呢。那凭什么最好看最嫩最养眼的跟你啊？凭我勇敢啊。哎，对了，那天叶迪生来找过我，说要去支边。是吗？你没联系过吗？我找过他，他不理我。这个挨打的人倒是不在乎了，他这个打人的人居然永不妥协。他肯定后悔引狼入室了。哎，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儿啊？叶迪生宿舍？不是，这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年的诗歌朗诵化妆舞会。这名字太怪了，所以我记得。没错，我也记得，是冬天，还特冷。美女，认识一下，我就是著名的野鸭，著名青年雕塑家野鸭。没听说过。不可能吧，在杭大你可以不知道校长是谁，但是不能不知道我是谁。哎，我知道你。不过就这样啊？太一般了吧。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有男朋友吗？你管呢？不管你有没有，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归我了。何丹，我能请你跳个舞吗？哎，没看见我在这儿吗？我能请你跳个舞吗？我好说话，叶迪生肯定后悔今晚没来。原来
你叫何丹丹，我们请你跳个舞。怎么了？啊，想什么呢？没事。我最近怎么样？表现的还可以吧？嗯，马马虎虎。那你有没有想过让我荣升为你的？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得寸进尺，任务压力轻飘飘。你想给我压力啊？我看你这样就是不停的给我压力。我没有啊。你是不是烦我了？我可没说。哎，你说如果哪天咱们俩真的相爱了，我该叫你什么呀？你有什么昵称吗？楠楠。什么？楠楠？楠楠？真难听，楠楠。哎，以后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不舒服。楠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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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楠。我只说一次，不行。我发誓，你这辈子再也遇不见像我对你这么好的女人了。你说什么？我说，还有人比我对你更好吗？除了你妈。不是我吹牛，我跟你说，像我这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离不弃，不急不恼，只卑不亢，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女人，你这辈子再遇不见了。你真的不求回报？不是强求就能求来的，就像种地一样，不是谁的力气大，谁的收成就好。哟，今天够深刻的。那当然。谁让我遇见你这片盐碱地，注定颗粒无收。小陈南，嗯，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羡慕你心里的那个女人。可是如果哪一天老天爷让我再选择一次，是选择住在你的心里，还是能够天天见到你，天天触摸着你，我一定还是选择后者。我只要你的人，我只要能天天跟你这样就够了。我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肯定给过你极大的伤害，但是我不会的，真的，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